这不是怪奇物语花絮，而是这个品牌2021年秋冬秀场。Moschino 是一个靠整活幽默而在时尚圈杀出一条血路的奢侈品品牌。现任设计师 Jeremy Scott 是为数不多不卖情怀搞致敬，只将好玩吸睛作为设计宗旨的人，让两届变装皇后给他加拍摄广告，让 Gigi 上演心机女和绿茶婊的戏码。秉承着万物皆可盘的原则，盘完小熊盘芭比，用美国最著名的清洁剂造型设计香水，拿牙膏和熨斗造型做包，秉承民以食为天的精神，当年让水果姐在 Met Gala 上憋汉堡姐，水晶吊灯造型也是改良自他家2016秋冬秀场。浓郁的篝火讽刺15世纪修道士焚烧后的艺术品，破败但依旧能看出毁坏前的美感。2018春夏，自残的花仙子不等你来摘，我伴随心闪。2019早秋秀场直接开在纽约地铁里，一切东西好像都变大了。XXXL 的棒球帽和XXXXL 的打火机包，穿上这件即时夹克，你就是地铁里最靓仔。2020秋冬像是打开玛丽安东尼特的寝宫，洛可可的华丽掺杂着趣味。2021春夏直接以木偶戏开场，设计师帮木偶拉好了拉链，好像有生命一般，在另一个房间走秀。即便为数不多的古典优雅的设计，也要搞个有趣的桥段。台下的木偶安娜也和同行窃窃私语。2022更是重塑2001太空漫游，行走的中世纪家具、屏风、竖琴、钟表和烛台。对比那些需要无数次解读才能看懂的时装， Moschino 带给我们的是直观的快乐和视觉的享受，古怪但是鼓舞人心。